係啊，諗住再遲少少先。咁因為老公都好好嘅，之前都好多嘢叫我去作主講咗先。咁但我覺得呢樣嘢就我哋兩個人一齊講會好啲咯。佢都好聽你話，佢話即係有關 B B 嘅問題都全部到你問。係啊，我諗始終佢都會即係擔心我有幾多嘢想講。咁同埋第一胎佢又驚我有啲嘢擔心會唔會小氣，所以就唔好咁快講住咯。但係自己會唔會都聽佢話，即係著少啲高踭鞋？其實我真的平日係唔著高踭鞋嘅，但是出活動的時候，我就覺得即係著咗就即係個人個款就好似靚啲啦。咁佢都明嘅，咁所以可能會揀翻啲冇咁高嘅鞋啦，同埋即係一走嘅時候咧，一離開咧就即刻換翻對平底鞋著咯。佢有冇都好緊張，即係俾你擒高擒低咁？我想我們一樣那麼緊張的，即我都不會立亂去做一些危險動作的。但是他都確定怎樣照顧人。他很關心我咯，即他會make sure我出入所有東西都是安全為主咯。奶奶都整了很多東西，真的很好心。是啊，包括我媽咪啦、奶奶啦，個都是 很關心我每一日 的動態是怎樣咯。是啊，自己印好嗰方面個現象出咗嚟。而家都好嘅，而家都唔會話太辛苦嘅，咁即係都好感恩咯，所以。所以要睇你啲 B B 嘢咯。而家可以啦，之前未公布就驚去睇嘅時候俾人影到，就咦做咩去睇 B B 嘢啊？咁但係而家講咗之後就覺得，如果去睇都好正常啫。